各位哈、哦，很隆重跟你们介绍日本的烧酎。哦，没办法，那天哦穿着西装，跟日本签了约。哦，所以又对了日本的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。这叫生一章，生叫什么 ？Mori，M 开头。所以在日本又有三家的酒厂称为生一章魔王。他的日文发音都是 M 开头，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三 M， 这样子，这个就是三 M 的人。但是在这个那么多 M， 可能别的区域有 M， 但是它是隶属哪一种等级，你知道吗？烧酎里面也是会有宾士跟 BMW， 很棒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叫做宾利跟劳斯莱斯等级。我们在台湾一般喝到的烧酎，你们觉得1000多块很凶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一支必须要去日本抽签，是因为这支酒如果合台币差不多，烧酎应该在6000到8000不等。嗯，哦，就看个人关系啦，哦，个人，但是基本上6000你是很难买到，除非你叫什么？叫台湾豆花赏，哦，人拢叫我豆赏。你不能用叫你别斗赏，我叫你斗赏摸唔掉吧？斗赏，我用叫他斗赏，你听啊！我讲你卖教你没空，我去你，我叫倒的，你就阿妹随便搬一东西斗赏哦。我讲斗赏是阿爸去斗赏哦，原来不是，是豆花赏哦。所以这是哦，真的是烧酎中，但台湾能烧酎能喝到那么顶级的，从业11年啦、啊，我到现在只遇过一个啦。他说他是喝宾士顶级的，跟我臭屁的，所以等一下我就会打电话邀请他来喝这一支劳斯莱斯等级。真的，台湾懂烧酎很少，但是再给各位一个观点哦，烧酎我以前都觉得它是芋头梗，其实不是，烧酎就是台湾的韩籍地瓜，他们会写芋烧酎、哦，他们都写芋烧酎，我们会觉得好像是欧巴梗，其实哦，我们。在做酒的当下，我们 OK 学习的道路是错误的。那我们现在跟日本在交流的，我们要急流勇退，那承认是错误。学习的道路真的给各位一种很正确的想法，不对就不对，对就是对。有的人碍于面子，不对也一直说对。这种人，你觉得他能成大事吗？一个男人也好，一个成功的人也好，或者一个在打拼、一个在创业的人，真的豆花哥。常说的豆花哥不是在卖钱，豆花哥卖的是人生。我是一个那么本土派、那么 logo 的人，但我唯一的好处是我不怕踢铁板，第二个是我也不怕承认错误，哦，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人生的道路来做一个结尾，好不好？哦，生一仗，您别别来你妈，我还没开瓶，拍谁啦？别您无啦，八千外块的物件，您别到底买来打打你啦，卖来你。慢慢来，因为请你喝的烧酎，你嘛唔知道是好一点。你先去饮千外块的烧酎，饮再来饮这种八千块的烧酎，这个也没有毛病啊。你就只是开一台玉 Toyota 的东西，我马上给你一台 BMW 的超跑，你哪知道它的好在哪？你只知道说这个好贵。你知道它的性能在哪吗？你知道它的安全性在哪吗？你知道它的电子系统的维护、它的巡弋、它的所有的功能你都不知道啊？你无从去比较，不是不让你们喝，顺便告诉你们，不是钱贵就好，你要循循渐进上来，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，我请你喝这个8000，你才知道说，哇哥他真的好，好不好？很多人真的喝酒，他妈的只看金额，真的是很不好的行为。很香，所以你们还是不要来，我喝了。我讲话很鸡巴，本土派最 local 的男人，银盘多啊，拜拜。